Yeah, you both super
信。哎，请留步啊！耶，第一组好不好？第一队，我们往前站一点，好不好？来，请往前站一点。来，团长是哪位？团长是哪位？团长来，一位你们团员稍微介绍一下，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们是荧幕新闻部。你好，我是团长大卫。大卫。我是团员，我叫森阳。我是团员，我叫月亮。月亮。我叫小 Q。耶、yeah ！来，团长讲一下你们这一团，来拿麦克风。你们这蛮有趣的舞蹈，是一起想的吗？还是说是什么来自于什么灵感？对，我们全部一起想，全部一起想，是有什么就是要表达出什么？整个是什么故事？可以告诉，也可以顺便告诉评审一下，你们这个剧情是？对，我们剧情就是四个谜，四个你真的弄到我们了，弄到我们了。鬼电梯是不是？是。所以怎么会想到要用这样子鬼电梯的模式，然后来呈现这支舞蹈？排舞排一排就想出来，就想出来了。对。所以大家也都是觉得这样很好玩。对。那你们自己跳起来会觉得很开心。那今天在这样子演出的时候，我觉得真的有让大家有共鸣到，哎，对不对？自己开不开心？这样的舞蹈。嗨呀！还有嗨，是不是？对，但是我觉得跳舞其实就像这样子啊，明明知道就可能会输，但是还是要来。没有，真的吗？我觉得其实舞蹈真的跳起来就是开心，比赛就是这个样子，自己有嗨，观众也嗨，评审也会跟着有那个共鸣，所以我觉得他们这样演出真的算是成功，好不好？你们还是学生吗？我只有这一个，其他都是在外面上班的。还在为艺术拼命。OK， 好，第一组啊，真的很不简单。Emotion Machine， 再一次掌声鼓励。好，谢谢他们。也请这边来等一下。好，接下来是编号第二号的松山日街。